在京沪高铁复兴号动车组，我们实现了 WiFi 的全覆盖，而且这个今后要推广到全部的高铁。乘车发生了大的变化，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网上订票，大家买票更加方便。第二呢就是微信支付，支付起来更加方便。第三就是自助进站，和原来的进站，尤其在大站，可能大家有感受，自助进站。第四个就在车上的用餐，可以实现互联网订餐。第五个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在一些大站已经开始在逐步推刷脸进站。